小狗，你怎么在吃大葱啊？真可怜。这样吧，我带你去小卖部买零食吃，走。哎，老板，给我拿个一根葱，青花糖，再拿个小螃蟹。老板，给你钱。那你呢？你要点啥？他什么也买不起，真可怜。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？别难过，送你一包小螃蟹吃吧。妈妈说不能随便拿别人的东西。拿着吧，孩子，我不会告诉你妈妈的。哎呀，谢谢老板，你真是个大好人。嗯，真香啊。送你妹吃吧，看你那抠搜样。嗯，小妹不开门了。